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我是胡服骑射啊，这个不是啊，它的名字呢叫做种蛙小队啊，这是兽人小队系列里头的一款作品，它是这个 Number 57所推出的一个系列产品啊。先前有给大家分享过他们的几个组合的这个24:1的这个人偶系列，我个人觉得美型度的话呢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给大家做的这一款的话呢，应该是目前我觉得最赞的一款。那我先提一下，我本身并不是非常擅长组装模型的一个手残呢、啊，所以呢，这个玩具的上面的一些水口啊，还有一些密合度啊，可能呢跟一些专业的朋友相比较的话呢，会非常非常的初学者。而且呢，我这一款的话呢，我已经有全部给大家稍微做了一点消光的处理，所以呢，可能跟各位手上拿到的呢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然而呢，这个Number 57的话呢，他们的一个产品呢都会有一个小毛病吧啊，就是说呢，虽然呢它里头标榜的说它有所谓的水中型跟陆上型两种造型，但实际上玩具的内容物的素材呢只能够允许我们呢组合出其中一种造型啊。如果你要出现另外一个造型的话呢，你就必须把它的一些部件呢进行一个替换。像这个水上型跟陆上型的差别，就这个胳膊不一样，还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呢，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替换，脚掌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那武器是通用啊，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那组装部分呢，完全没有什么难度，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是它这个本体的部分啊，它是一个颇有也是有点鸟山明风格的机器人啊，非常的赞哦。上面这个导弹可以动，手臂的话呢可动也都很好，360度的转动，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啊，因此可以摸到自己的一个胸口。那我要提一下啊，如果是水中型的话呢，它的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这个我把它稍微取下来一下，这一块有个凸的这块零件啊，在说明书里头呢没有提到这一块。他直接叫你从这个组到手，再组这个，其实做不到的啊，这一块部件啊，要记得把它给找出来，然后呢把它给扣上去，才能够完美的组合起来。武器的握持呢，中间没有任何的插孔，完全靠手指的握持力度，但是握得非常的紧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没有问题。关节的松紧度也非常的有一个意思啊，就恰到好处的一个感觉。脚底有这个吸盘，造型相当的有趣，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idea，后面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插头啊，所以这是公的嘛。如果是母的，就插座了，对不对？啊，我随便说的啊，千万不要去问这家厂商有没有插座的一个版本啊。可能粉红色的机种就是插座了吧啊。它的腰身也可以动啊，因此这一款玩具的一个重量感觉非常的赞。那作为一个水上型的话呢，它是有一个面罩的，但是在替换面罩之前的话呢，我们跟各位讲一下，它是有替换的头雕的，这个。头雕的替换极为的简单，稍微的拔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头给换下来了啊。我们把它换上是一个绿色的这个青蛙的头。那么另外的话呢，它还有附带一个，这个应该不是青蛙，比较像蟾蜍的感觉。它这个雪茄的话是给拔掉，那戴着雪茄的时候呢，头盔不好戴，那我们就暂时的呢，先待会在路上行的时候呢，再来做一个展示。它那个透明的头盔啊，组合非常的简单，上面有一个凸，有凸的这个位置呢，就去对应一下。就把它给扣上去啊，一压就完成了一个潜水的一个装置啊。是说青蛙下水需要戴头罩吗？啊，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吧。我觉得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再来的话呢，就讲一下它还有几个这个替换的这个，等一下，让它站稳一下啊。它有几个白色、纯白色的这个蛙头，你可以自己去涂装颜色吧啊。那这几个造型其实就跟刚刚那三个是一样。那附带的也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雪茄的一个模子啊，这个完全可以让你自己去做一个运用。其他的小配件呢，有一个可以折叠，折叠之后呢，可以放在肩上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火箭炮。这个待会的话呢，变成陆上型之后呢，再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啊。这个水口不是我不处理啊，是我的技术真的不是很好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炮弹的话，有一个做出类似于发射的一个样子，可以把它做个简单的一个。小收纳啊，这个双动关节稍微错位一下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另外的话呢，还有一台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是笔电，这个在外面作战的时候也是需要做一些情报收集啊，或者是干扰敌人的一个工具。这个它呢可以收到这个背包里头去。那侧边的话呢，这个是对讲机，对讲机也是可以拿下来，你也可以单独的
把他握在这个蛙人小队，这个种蛙小队的一个手上。然后后面这个你可以考虑，如果你不想背，你可以把它拿掉也无所谓啊，稍微的去把它合一下，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背包。那加上后面的这个就是用一个插座吧，然后去做成一个像尾巴的造型。这是一条这个硬的，应该说是软，有点软也有点硬的一个线，那可以充当一个第三条腿吧，也可以当一个支架啊，非常非常的有趣。那这个的话呢，就把它这里扣上去原则上基本上平常是不太会掉啊。我才刚说完你就掉了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是怎么样啊。这个如果你愿意把它给这个粘一下也不是不行。然后这个枪的话给各位拿下来看一下好了啊，这个那指头的话呢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两根指头呢是共用一个根部关节，拇指单独可以动。那这一手的话，两手可以看到它是两手是不同造型的。好，这个玩具的本体的话呢，说真的啊，我是真的觉得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可以的。接下来给各位展示一下它所谓的一个陆上形态。那么替换掉的部分呢，首先的话呢是这个本体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是前后都要换掉的。那上面这两个孔洞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两枚的这个导弹的话呢给安插上去。那么头部的话呢，我已经把它换成了这个应该是属于应该是类似于蟾蜍的头吧。胳膊的话呢，这个手臂的话呢是整根啊，从这个上臂以下是全部换掉的。那么另外一只手的话呢，只有更换中间啊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更换呢都不是很困难啊，但我真的是强烈的希望说能不能够这个配件的部分的话呢，因为这中间只差一点点，再多几个配件我们就可以一次组成两只啊，会更加的好玩了啊。当然这个脚的话呢也做了一个替换。那由于后面有这个插头的关系呢，其实它等于后面也多了一个支撑的一个脚架啊，所以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大炮的话呢一样可以握得非常的紧实哦，我们这样子啊，它完全是靠这个指头的力量去把它给握住的。然后刚刚已经有给各位展示过了啊，这一把大枪的话呢是可以稍微做个简单的折叠，我们就可以把它收纳起来。然后在侧边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连接的部件，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在侧方这个地方。好，以及呢这个导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啊，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啊，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的握持在手上啊，做出一个我就是手拿着这个填充的一个弹药的感觉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地方有点松掉，把它给扣紧。炸弹掉下去怎么办？当然是炸死了啊。好了，这样子也是可以把它给握紧的。那最有趣的话还是它这个含着这个雪茄的这个头了啊。它由于后面的这个软胶部件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有一点点简单的幅度可以动的。那么它的一个背部的造型啊，跟前面一样啊，都是可以把这个背包给背在后面。整体玩具的一个素质啊 ,CP 值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高的啊。即使是手残如我的话呢，也可以轻松的把它给组合起来。当然这个水口啊什么的话呢，各位就自己去稍微去打磨一下就会更漂亮了啊。然后我就稍微简单的拿一下他们之前的这一些其他的一个玩具的这个身高比例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对比。OK, 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款这个组合式的一个玩具。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